不光要歌颂劳动人民，还应该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。智慧，对啊，啊，我今天说的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，是一个带四的称谓。带四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。四四四四四四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华武术魂。嘿，清风剑在手，哈，双刀就看走，啪！干嘛呢你？吓唬我干什么？不是这个呀。那什么呀？再提个醒啊！那是你四大天王，哎，磨了青，磨了红，磨了海，张国荣。对，不对，这是一套的吗？这个谁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是谁？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呀？四大发明。早说四大发明啊！对吗？四大发明：指南针啊，造纸术，嗯，活字印刷术跟火药。我对四大发明没有好感了。我怎么了？你琢磨呀？啊，四大发明。对啊，还指南针。嗯，都这时代了，要那指南针有什么用啊？你说谁没用呢？哎，你老指我干什么？你，我是指南针，我得永远指南。你不是？哎，那我不是。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怨你的，知道吗？怨我呀？你说人没用，可不上来指你吗？啊，得，赖我，对不对呀？算他有用啊？还说什么？还造纸术、印刷术？没错啊，造纸啊，造纸是什么？什么？造纸是说一个人艺术成就的，说我这个人就特别有艺术造纸。所以说呀，这个造纸啊，造诣。哎，哎，你又来了！艺术造纸，我就是造纸术，我就是印刷术，我们俩相辅相成，我们俩彼此不分。你还艺术造纸啊？你就是一张纸印一鼻子，你好大个脸。你就是一张纸上一个军队，你纸上谈兵。你就是一张纸上印张纸，你显不出你。你就是一张纸上印六万个大猩猩，你都没法要了。哎，多新鲜啊！一张纸上印六万个什么都没法要了。怎么了？你说是人话吗？废话。你说他俩没用，可不上来说你吗？得，这事儿也赖我啊！走，我算他们仨都有用。对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仨都是传统文化的结晶，是不是？那火药，火药那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想火药这东西要一不留神，万一它要是炸了，啊，甭问了，这就是火药。对呀，这脾气可够大的。您先那边歇会儿啊，您慢点，您慢点。怨你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怨我呀！说人没用，可不上来跟你发脾气吗？我对他们不太了解。哎，那我给你讲讲啊。你说说，来了。早在上古时期，啊，上古轩辕蚩尤的时候，啊，就有我。哦，这个轩辕是不是已经腻得找不着北了？轩辕蚩尤啊，那什么呀？上古时期，啊，轩辕皇帝发明指南车，嗯，大破蚩尤，哦。在先秦时期，啊，又发现了磁石。啊，秦始皇知道是龙颜大悦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诸爱卿，此磁石能辨东南西北，因为其中含有四氧化三铁，乃化学之中一奇葩。哈哈哈！行，先秦时候的人，秦始皇就知道有四氧化三铁，那甭问了，太容易了，扔一原子弹直接统一六国了。你糊涂啊！我怎么糊涂？那时候不还没有发明火药呢吗？当！我的妈！你少提这字儿啊！哎，反正就是针上有磁石，啊，针上有磁石，我身上就有磁石。你磁石吗？你看我磁不是？我看你磁不是？你别你带动我！行，你走吧走吧，你活动，去那边去那边去。好嘛，好，我都怕它折了。他就是这指南针。对了啊，他是怎么来的啊？就是因为需要啊，需要就发明。对啊，嗯，造纸术也是一样啊。发明造纸的原因是因为啊，想上厕所。上厕所像话吗？不像话。告诉你，我们伟大着呢。啊，你有什么伟大的？我的发明者是蔡伦。哦，蔡伦。没有蔡伦就没有我。是吗？这话太对了 啊！蔡伦非常的伟大，怎么伟大呀？不光发明什么这个造纸术啊，没事唱个什么日不落呀，哎哎，七十二变呀，我说，哎，三十六计，哎，爱情三十。行了，您那是蔡依林啊？不可能啊！我到东北还听人夸蔡伦吗？怎么夸呀？哎呀妈，你蔡伦唱歌太好听了，你是不是傻？你信不信我削你？我削你，你信吗？你今天那么干，你别来劲啊！我不信了，我说你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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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打了，你们俩。我要不展示我这阳刚的一面，还拦不住你们俩了，是吗？啊！我看您这样，我都想吐。哎，那我给你擦擦。哎，去！你干嘛呢？你这
我们纸张就这特性啊。什么特性啊？又轻又软。哎呦嚯！又便于保存，所以流传到今天呀。不就一张破纸吗？什么叫破纸啊？蔡伦先生造出我们可难了。怎么难啊？各位，各位，怎么了？我蔡伦发现，把这个木头打浆，加入石灰水，就能造出纸张。干嘛加石灰水啊？因为这个石灰水的主要成分啊是氢氧化钙。哎，好。哎，往这氢氧化钙里边加入二氧化碳呢，能变成这个碳酸钙跟水。对对对，也就是 CaOH2 加上 CO2， 是是那个 CaCO3 跟 H2O。那个蔡伦先生，哎，这恐怕蔡依林都记不了这么详细的化学方程式。怎么了？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就是加石灰水，甭问了，你这石灰水跟着指南针把蚩尤就炸了，当，不能提这字儿，就这么来的。人就是告诉你啊，蔡伦的影响力非常伟大啊，这么伟大呢？当然了啊，不光发明什么造纸术，哎，现在啊，卖13香的啊，都供奉蔡伦为祖师爷，这不胡说八道吗？都吆喝出来了，怎么吆喝的？小小的纸儿啊，四四方方，东汉蔡伦曾经造纸张。您这就是蔡依林。怎么了，蔡伦知道吗？你是看不清楚，你还是脑子有问题啊？蔡伦没错，蔡依林没认错，蔡依林，蔡伦，蔡依林，别吵了，赖我，没你什么事，去边待着去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这没有我事啊？有你什么事啊？你们这个误会可能因为我呀啊印错了。哎，你瞧这像话吗？啊，印刷术，他告诉自己印错了。是啊，你怎么印错了？早期印刷术，技术不够成熟哦，经常出现印错的情况哦。比如说蔡伦啊，蔡伦印成蔡依林，你瞧，邱英俊啊印成蔡依林，嚯嚯，笑里相迎印成蔡依林啊，五一特别节目印成蔡依林，你有多爱蔡依林啊？我头回听说印错了连字数都不一样啊。早期雕版印刷术。不光容易出错啊，印错的还很麻烦呢。怎么麻烦啊？我给你演示一下。还演示？来张纸，或者闪闪啊。印刷之前啊，把纸张摆正。哦嚯，往脸上糊墨。嗯，只要印错，这纸就算是废了。我都晕的，我都找不着北了。还在这边？这这，别跟这裹乱。我告诉你，你不是印错了，你就是废纸来了。所以后来出现了我呀，你活字印刷术，这活字印刷想用哪个字儿啊，往下一拿就行了。哦，太方便了，就给安回去了。那这东西拿什么做的呀？主要成分是胶泥。胶泥，胶泥种类很多种，有什么种类？什么硅酸盐胶泥，氨基酚醛胶泥，是 KPE 耐酸胶泥。我推荐 KPE 耐酸胶泥，您是它这密度好，哎，对对，1.45克每升。可以了。好，你们几位都是化学家啊，这胶泥是吧？我明白了啊，就是把你啊粘在这磁石上面，然后呢奔氢氧化钙里边这么一扔，跟着蚩尤它可就炸了。闭嘴！我告诉你啊。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，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。你别唱了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我都快气炸了，知道吗？行了，这回到他了。你消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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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停。我说，您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我当然能好好说话。你一当然，我都荡然无存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啊，您怎么来的？我，你这先小点声行吗？小点声，看见没有？我就是啊。你怎么来的啊？炼丹炉炼丹的时候啊，炼丹炉炸了。完了？完了？什么就完了？他一句炸了就完了？这都没听懂？没听懂？你详细给他说说。具体就是这么回事。那回炼丹的时候放东西太多了。哦，放东西太多。哎，有什么这个木棍啊？消食，火鸟啊，60000个大猩猩，蔡依林，笑里相迎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就到。别放了，别放了，你都放里头炸了，像话吗？就是意外出的我啊，这意外来的，懂了吧？啊，这就是四大发明啊，这就是四大发明啊。行了，那我了解他们怎么来的了。嗯，可是有一问题，怎么？他们都是古代的四大发明，到现在已经落后了。哎，你说谁落后呢？你说谁落后呢？你说谁欠揍呢？我说落后呢。对，我们不落后啊，不落后，他们也没有进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四大发明到今天都有用。这话太对了 啊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啊。啊，中华上下5000年，嗯，有多少发明，多少创造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。哦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嗯，带人远离疾病困扰啊，祖冲之的圆周
周率，带你领略数学奥妙。你瞧，李春的赵州桥，风雨之中屹立千年不倒；李冰的都江堰，灌溉良田用至今朝；两弹一星杂交水稻，神舟飞船冲出云霄；尖端科技中国制造，这一桩桩发明一次次创造，让国人感到自豪骄傲。好，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，懂了，不单得歌颂劳动人民，还要歌颂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，这就对了。那我还能出去玩去吗？我媳妇脾气可大极了。你这话说的啊，不光你们俩出去，嗯，这四大发明跟你们一块儿去。真的啊？哎，那这指南针，我这指南针变成了卫星导航，带你走遍四面八方。造纸术、印刷术，手机显示不用纸张，键盘输入无墨不脏。那火药呢？那个七指咔嚓叮当当啷。哎，我带这三位还行啊，我又不出去打仗去，我带一火药干嘛使？你糊涂啊！啊，你带你媳妇上香港看礼花，我想道太远，草原赏烟火，没钱，乡间放鞭炮，我胆小啊！还是的啊，你这儿也不去，那儿也不去，你媳妇一着急啊，气炸了，爆炸了！我呀，您跟您不一样，有什么不同啊？您至始至终都是这个说相声，哎，从小学，这叫是吃开口饭，哎，对。打小就干这个，嗯，是我跟您不一样。您呢？我最早不干这个。您干什么？不说相声。哦，我更高大上一点，哦，比我们这个档次高。哎，对了，那您最早我是唱歌的，哦，搞音乐方面，歌手是吗？从这个声音呢，大伙儿能听出来，这我们听不出来。怎么呢？您这嗓子都沙哑派的，还唱歌？歌星的嗓子。当时音乐学院专门就收这个，哦，还让您上那儿学去，专业院校哦，毕业就到那儿演，真看不出来。你看音乐附小，哦，小学打小上的，哦，我们的老师特别正规啊，啊，不像是现在到那儿咱就上，不是，哦，不这样，得面试，哦，那得考试啊，一般的人不能上，嗯，你得面试到那儿看看形象气质啊，天资行不行，符不符合条件？哎，我呢到那儿也面试，嗯，老师、家长都给穿的新衣服，哦，漂亮衣服，盛装出席，哦，就大大领的西服。您这西服领子太大了，您这个，谁们家西服领子到这儿？你看，一看家里没孩子啊，小孩啊长身体快，你买正好的穿不了一劲儿，哦，你买到这儿的六年级还能穿了。你说你妈真会过，你看。穿着呢西服就去，哦，老师一厉害啊，穿的那是白色西服套装，哦，白的白袜子白皮鞋白衬衣，哦，洗亮整身颜色，白色领带，哦，白领带白帽子白口罩白耳朵帽白墨镜，戴好了白墨镜，那看是什么的那个老师刷浆去了呀，时尚时尚知道吗？跟老师进了教室，我们这儿自我介绍，哦，都来自哪，五湖四海吧，对啊，报到我这儿，哦，老师不往下听了，怎么呢？站起来了，哦，你这嗓子太好了，哦，太好，你这就得唱歌啊。说您呐，喜欢我了，这听出什么来了？赶紧抱过来，教我唱歌。怎么还这样抱过来？您这，我小，我还那阵才多高啊？啊，这么小，哦，抱过来，哎，抱过来，哎，好，我教你唱歌。我一般哄你睡觉了，您这教唱歌，哦，主唱。主唱，小学主唱，您唱什么呢？唱这歌厉害了啊！大伙儿也都看过，嗯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哎，这歌，谁唱？你唱？哎，这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哦，我把这歌送给大伙儿，好吧？那我不唱啊！哎，不用唱，您站着就行。啊，行，那站着啊，你站着去啊！来这歌，你唱你乐字，你就往前看着啊！我还乐，来这个。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们，快乐父子俩。儿子的头大，手儿小；爸爸的头小，手儿很大。大手牵小手，走路不怕滑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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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眼儿子捧哏啦。唱歌是占便宜，这是。这么多年了，这歌恍惚，赶紧找辙对上了。您甭对吧，这对这干嘛？唱完火了，这歌能火了，
保送了，又上哪儿去了？音乐附中啊，啊，中学到中学更厉害了，嗯，就不能唱老唱这，唱点时髦点歌。那什么时髦呢？到中学我们那老师知道吗？一样穿彩色西服。哎呀，艺术院校嘛，老师听到我这不听，你歌星的嗓子是吗？抱来，您撂下吧，您都初中了还这样抱起来啊？我是就发育晚呢，发育晚。您那就是没发育，还晚了，初中还这样抱着，老师劲儿够大的吧，哥俩？不是，抱过来吧，唱歌，主唱了。哦，学那歌好。学过什么？水手。但是老师说你前面唱的都挺好，嗓音条件也不错，是唯一一点不足。哪儿？你这节奏不稳。哦，不准确，唱歌节奏不稳。那怎么办呢？送副神器。什么呀？就是他们唱快板用这竹板。那这跟唱歌有关系吗？打节奏起到节拍器架子鼓的效果。是吗？那当然了。您带着了吗？我带着吧，带着了，带着了，带着了。哦，您这个走哪儿带到哪儿。哎，那当然了。那太好了，您今天同这么多好朋友，你们展示展示您这成果啊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听听。那试一试啊，来试一试啊。老者，苦涩的沙，脆的脸庞的感觉，哎哎哎，父亲的责骂，母亲的微笑，永远难忘记，哎哎哎，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，哎哎哎，光脚的光着脚，隐藏在沙滩上，哎哎，您等会儿吧，您快打住吧。您这什么玩意儿？您这不是唱歌节奏稳了，保送了，就这样能保送？音乐学院直接收了，啊，就要您了。校长就只不用面试抱过来，老师，哎呦，这你还抱着了是？我要这二年长的个抱过来叫我唱，哦，叫我唱这歌，大伙儿都听过。到那儿学什么了？姥姥的澎湖湾。您等着，外婆，就姥姥吗？人家外婆的澎湖湾，也一人一人家外婆的澎湖湾，哎，唱这歌一样打节奏，也拿这个。今儿没有外人，我把这歌带给大伙儿，送给大伙儿。我们听听。有前奏啊，咱从前奏好。您就唱全了，您我认真的学了，规规矩矩唱。这确实认真的学了。我们听听。再来这啊。晚风吹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一缕的斜阳，只是洁白海蓝蓝。在咱们建的爱桥上，一点点怀想，当当，那是黄昏的沙滩上，闪着亮亮亮的斑，当当，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过许多的童年幻想，哎哎哎，阳光，哎哎，沙滩，哎哎，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，嘟当。您别唱了。